Hello，哎，我重看了大概十几次，哎，没有啦，太夸张了。我刚刚重看了大概4次吧，它一直卡在那个倒数画面。对啊，好烦啊，太烦了。成功了，哎，原来大家都有接收到我的通知，那你们不就一直收到我的通知？Hello，心莹，Hello，佑辰，谢谢瑞的真情告白。我刚刚想说，完了，我今天又开不了直播了吗？然后就重开了一次手机。Hello，洛克。唉，谢谢 Martin 的凤梨。Hello，金界大叔。Hello，乙仆。谢谢 Martin 的凤梨。Hello，应援。谢谢杨公公的蓝色应援棒。Hello，顺义。Hello，俊。卡丘午安。谢谢尬仔的玫瑰。主曲赞赞哦，对，大家有听了吗？谢谢俊的油桐花。Hello，阿正。Hello，鼠年虎兔。鼠年虎兔，Hello 思源，Hello 鲁蛇，Hello Eric，Hello 水族，对，我应该要来播一下我的主曲才对，我应该这样可以点阅率比较高一点。Hello 威鲁，Hello 小萌儿，Hello 风，但是自己听自己唱歌，有时候其实蛮害羞的。Hello 阿元，谢谢帮我的 kiss 啾啾，谢谢帮我的 kiss 啾啾，威鲁安 ，Hello 佑哥，谢谢益生菌的 love，Hello 船长，播完这首歌就去播我的主曲 ，Hello 宇轩，午安船长 ，Hello 敏正 ，Hello 维尼。听自己唱有点尴尬，没错，听自己唱会莫名的很害羞。Hello Steven，Hello 阿欧江，大家最喜欢哪一段？你们最喜欢哪一段呢？我收到蛮多讯息，是大家好像蛮喜欢 Only Today 的那一段。对 ，Hello Toru 讲午安，大家你有听？谢谢 Steven，Hello 柠檬。谢谢字的新之冠，谢谢字的新之冠。Hello 文琪，文琪好久不见呢。Hello 勇哥，谢谢字的新之冠。Hello 飞镖 ，Hello 谢谢杨公公的蓝色音乐棒。益生菌最喜欢新型病毒。Good morning 勇哥 ，Hello 国修 ，Hello 聘聘。Hello， 浪客451，什么641？谢谢柠檬的枫叶，小朋友才做选择。不行啊，你要选，你不是小朋友了，小朋友才做选择。哦，对对，你是大人了。哎，不是，小朋友才做选择。不行，你是小朋友，讲什么 ？Hello， 大岛 Lingo，Hello Marcos， 谢谢阿尔讲的乐福。Hello Ben，Hello 小勋，小勋午安。Hello 暖风 ，Hello 阿顺 ，Hello Ben。Hello， 我是哥哥。Hello 浩毅，浩毅午安。小勋甩到6点，好大，出来的感觉不一样。对，因为他是，我觉得他改的比较轻快版嘛。他听自己唱歌其实有点害羞，但我们就。为了点阅率，谢谢瑞的同花伞 ，Hello QQ， 有吃早餐吗？有，谢谢文琪的 Love， 我有吃早餐。不一样又怎样？等一下，大家有没有分享出去啊？我来看一下留言，老师改的很好，没错，老师改的很好。Hello 泡芙大叔 ，Hello Manson，Hello 小萌儿，这个也要充点阅没有？这是我自己，这是我自己想要充一下点阅率，对对对。
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等一下，等到唱到那一段，谢谢小薰的本月我最美。我早上吃什么？吃蛋糕。对 ，Hello 幺，大家听这一段。Hello 浩伟 ，Hello 阿 T 啊。你们听这一段。就是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刚收到这首歌的那个 demo 带，然后我就一直在练习嘛。然后我有一次在直播上唱《绿草地》，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不小心唱到“当风吹过”，就是明明是“当风吹过”，然后因为我在练这个版本，所以我就不小心唱成“当风吹过”。然后我瞬间讲完了，怎么办？好尴尬，因为我不能告诉你们，我现在在练习这一 part。可是如果我不讲，你们就觉得为什么我会唱错？就是你知道，就我不是因为唱错而唱错，我是因为我在练习另一个版本，所以我唱错。但是呢，我不能跟你们说啊，因为我现在在练一个新的版本，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无比尴尬到一个极点，就是怎么办？我唱错版本了。然后后来我就有点恐惧那个恐惧唱绿草地，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唱成这个版本。然后我在练习的时候，我一直就是会忘记那个叫什么。我在练习的时候会一直忘记，会一直跟原版搞，就是我唱到最后，我已经忘记原版怎么唱，你知道吗？什么时候的事？我也忘记了，前段时间吧。但你知道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就是已经忘记这个原曲怎么唱，所以我就在直播上唱歌的时候，等一下太大声，我在直播上唱歌的时候，我就是整个就是唱错了。你们再听一次，上个月吗？我忘记了，忘记什么时候。对，Hello 苹果猫，你常常都乱唱，不是好不好？我没有很常乱唱，好不好？我只有唱错歌词，我没有乱唱旋律，我很少乱唱，好不好？我上次是第一次唱错旋律，好不好？你们不可以这样子说我，我真的是很少乱唱，我只是歌词会错而已。因为他真的，其实他调改蛮多的，对。我真的会被搞混，你知道吗？然后我整个都忘记原曲的调到底是什么，就是一直被洗脑。嗯，不是，我没有乱唱，我是唱另一个版本，懂吗？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留言。Hello， 小白。Hello， 果冻九号。Hello， 南宫。啊，留言。Jelly 是果冻啊。果冻说他就喜欢 Only Today。大家有没有好好去留言？好像蛮多人好好留言的，很好很好。谢谢 Poco 的 Love。Hello， 哪吒。你有留言，很好很好，大家很乖。好，瑞没有留言，但我也不知道你们在 YouTube 的名字跟你们在浪的名字有没有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是谁，谁是谁。对，练习多久？练习也还好，没有练习很久啊。快去留言。Hello， 柳城，大家要看起来。我觉得最难的是它有一些音不一样，就是原版是可能往下的，然后它这一版变成要往上，就是有些音我很习惯那样唱，可是它其实它改唱法了，所以就是要去熟悉那个
唱法，对，是一样的名字，妈鲁是一样的名字。哦，鹰头猫也是一样的名字。谢谢 Poco 的深红和服，只是没认真。什么留言还有分认不认真哦？有 Jeff 哎、欸、，Jeff 应该也是那个 Jeff 直播的 Jeff。告白还来得及。Hello 呦呦呦呦呦 ，Hello 阿肖 ，Hello 啥、啊、张拔瓜。希腊不甘蔗，你怎么改这么奇怪的名字 ？Hello 北极星，回了一个好听，这样行吗？可以，有认真听完就可以，你知道？你英文名字是你的名字是英文名？周二下午四点 ，Hello， 我是格格，我们线上见。线上见，我看下，啊，英文名字，英文不是很好。我们要无限没有，我们再听一次。哪俩？我要重来一下。甘蔗是渣男，为什么甘蔗是渣男？等一下。就你本名，我不知道勇哥的本名是什么。是亚德弟不喜欢，可以啊。北京喜欢 Only Today。Hello 乌虎 ，Hello 坤坤。嗨，坤坤。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妆很淡吗？吃的时候很甜，甜吃过只剩渣。哦，但至少还是有吃到东西啊，有没有？还是有榨出汁来，也不太算渣男。我要重整才看得到留言，重整一波。我觉得字变大，哪有字哪有变大？你太久没看我。Hello， 亲先生。哦，看到瑞留言了，很好很好，很赞。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我眼睛有点痛，我觉得我好像长针眼，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我这边。下眼皮的时候眼睛有点痛，我的一睁眼体质又开始发作了，我真的很容易长睁眼。 Hello 草莓酱， Hello 小鱼。我的长睁眼是因为不知道哎、欸，可能眼睛比较大，眼眶比较大，很容易有细菌飘进来。 Hello 银色十字架，我没有偷看别人洗澡好不好？没有，我没有偷看别人洗澡，没有，真的是一睁眼体质，没有，没看到什么养眼的东西。Hello Marty， 就是你这只眼睛啊，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现在看不太出来，因为其实还好，没有很明显。对，多洗手，好的，我会多洗手的。谢谢小雨的心之冠，谢谢小雨的心之冠。Hello， 志伟哥，来一张。对，有一点这里突突的，就是这里，应该看得出来吧？医生，小白医生应该看得出来。在这边有一点红红的，你们应该有感觉到吧？这边有点肿，就是这里，应该有一点吧？哎呀，泡温泉多久前试了？怎么可能是泡温泉的？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你会包粽子吗？我会啊，啊不就那样子包一包就包起来了，就是那样啊，跟折星星一样。虽然我也不会折星星，学一下就会了嘛，对不对？看不出来，这边啊，有一个红红的。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总是苦涩的，怪不能自已。今天生日的玉安，玉安生日快乐！哎，那你跟梦纯同一天生日啊？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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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今天也是默默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穿了默默送给我的，我跟默默的情侣 T， 默默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一个坏皇后的衣服，
谢谢柳橙的油桐花。Hello 鸡腿。Hello JK。差了十年，什么意思？你跟某某差了十年？什么？是因为睁眼不是 ？Hello， 流浪到屏东。不过我觉得，长在下眼皮的睁眼就没有那么差。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因为那个长在上眼皮的话会很丑，爆丑的那一种，会不能工作的那一种。可是。寿星还送人家，没有，这是他上个月我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我的礼物。对对对，上个月送我的礼物，我今天特别穿来想那个庆祝一下他的生日。Hello Jeff， Hello 阿卢，我们线上见。等一下换一首歌。Come on come on， 哎，怎么没办法按呢、啊？KKBOX 排行榜是什么？哦，好像很多歌都没听过，来复习一下。谢谢字的 kiss 啾啾，谢谢字的喝牛奶，谢谢字的 love。卖烂苹果的皇后 T 恤。他英文写什么？你们看得懂吗？其实最近很流行那个反派出周边，那个什么乌苏拉什么的也会出周边，也是蛮好。银眼戴太久吗？不是，应该不是。我其实银眼可以戴很久，我其实是一个银眼可以戴很久的人，就是我常常会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会长真眼，可能跟压力有关系，或是我吃太辣，或是我眼睛比较容易跑进细菌。对，这在想这什么啊？这是英文吗？看得到吗？这根本不是英文吧？滋滋的哈士奇 ，Hello， 滋滋的哈士奇。才能就是浪费才能什么啊？土豆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奇怪的语言？听说你会带到睡觉前，对，我会。我知道这样不太好，可是我会，因为我洗澡的时候，我看不到，我会觉得很可怕。就是一部分是看不到，有点难洗澡；一部分是看不到。厕所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觉得蛮可怕的，所以我洗澡的时候也会戴着隐形眼镜洗澡。但是我知道好像要拔掉比较好，但不行，我要有安全感。对，洗澡人家好像说洗澡不要戴比较好，但我会戴着洗澡，然后我会洗完澡才去拔掉我的眼镜。对，不是欣赏自己的身材。平常也可以欣赏自己的身材啊，有什么好一定要洗澡的时候，对不对？我要欣赏我自己的身材，我就在房间也可以欣赏。戴眼镜会起雾啊，对啊，而且你们知道，我觉得戴眼镜很痛苦欸，因为戴眼镜，譬如说我戴眼镜吃面或是什么，我吃很热的东西。那就会起雾，完全看不到欸，那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很佩服可以一直戴着眼镜的人，因为我觉得戴眼镜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对 ，Hello 雪春迪哦，不是啊，没有引擎声音起来，我只是跟你们说一下而已。世界上人群中最美、最漂亮哦，真的欸，勇哥怎么那么厉害、啊？这感觉不是英文欸，这是什么语言啊？Hello 夜空 Sky，Hello 塔瓦哥，这是坏皇后的语言，习惯就好。哦，对，戴口罩真的不方便。最近不是很热吗？然后戴口罩的时候就很容易长痘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反正我就是蛮容易长痘痘的。一直戴眼镜才厉害，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眼睛很棒，就是我的眼睛很能撑住，很能适应戴隐眼，所以对我觉得对于我这个职业来说，我觉得算是
蛮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一带一个带隐形眼镜就要带很久，因为我们工时不固定，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带着，我觉得还不错。对，Hello 阿米，谢谢阿米的告白气球。脾气最差，哪位成员脾气最差？我觉得我们大家脾气都很好啊。谢谢阿米的告白气球，真的，我们真的大家脾气都很好。我们是大家就是都是很随和的人吧？对啊 ，Hello 豆芽 ，Hello 阿鲁纳奇。戴口罩痘痘真的很乱长，真的害我最近一直在怀疑我的皮肤是不是变不好了。谢谢 Red 的油桐花，谢谢 Poco 的蛋子和服，谢谢阿鲁纳奇的新之冠。谁有起床气？我不知道啊，起床气毕竟要睡过才知道啊。我现在只有跟 Skr 睡过吧 ，Skr 还有品涵睡过，他们都没有起床气啊。对 ，Hello 超哥。Hello, Ethan。对，哪有，我有痘痘，好不好？我翻给你们看，这里有痘痘，有没有看到？看到我的痘痘了吗？我最近觉得，我不知道是谢谢超哥的蓝色英文棒，我不知道是那个什么年纪变大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我那个，我觉得我露额头好像变漂亮了。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露额头好像变漂亮了。对 ，Hello 生金蛋的鹅，对啊，我觉得我露额头变漂亮。谢谢超哥的蓝色应援棒。我最近觉得我是不是好像可以开始露额头了？对。始终在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只不过是考验。心中信念是何未见，眼前这个少年追逐了两年。要不然我来中分。啊，不行，刘海没长好，等一下。不行啊，这刘海没长好，这个分边有点怪。谢谢大仔的乐福，不是，什么是水痘啊？水痘是什么东西啊？痘痘还有分水痘跟那个，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我的额头好像很不错哦？不过是考验。算了，还是这样好。Hello， 彼得。水痘是什么啊？是会是那个它爆发的时候会喷出水吗？刘海还没有长好的，还没有啊，刘海还没有长好。朱莉恩午安，你知道，就是如果你要中分，你的刘海还是要长一点才可以中分吧？不然我现在这个刘海有一点尴尬，就是拨过去好像什么也不太，好像也不太像。然后拨过来也不太像，哎，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好多歌我都没听过。这个，我们来跳一下。就看着额头，你又不一定看得到我的额头，我就是刘海，我刘海不要露出来，你就看不到；我刘海盖住，你就看不到我的额头啊。但是我真的觉得有刘海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眉毛可以乱画，这是有刘海最好最棒的事情。对，下一单要换发型吗？不知道哎，你们想要换发型哦？那你们想要，你们觉得我要换？你们如果可以换发型，你们想要我换什么发型？谢谢阿基拉的新之冠 ，Hello 小亮，不残破。不是不能不洗头，是
眉毛可以乱画，有四单的八卦吗？有啊，就是收录曲是奔跑吧企鹅。谢谢命的玫瑰，谢谢命的玫瑰。Hello 东东，对，就这样，收录曲是奔跑吧企鹅。不是，我其实一直在想，你们觉得我棕色头发比较好，还是黑色头发比较好？公主头比较卷，真假的？不行啊，公主头，这样好像脸会变大哎、欸。不行，公主头脸会变大，我要遮我的脸。谢谢智的甜蜜之吻 ，Hello Punk， 现在钓不到，我钓不到失，对啊，我现在已经不会轻易的失言了 ，OK。今天是乱画，你说妆吗？你说妆是乱画的吗？今天真的是乱画的，因为今天就是长正眼，所以我就下手很轻，对。本来就头大头，我头就很大啊，有须须，就是我一定要有须须。希望诗雅可以当企鹅，我也希望 Daisy 组可以当企鹅。但现在投票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是尽力就好。对，谢谢吉米粥 ，Hello 阿华 ，Hello 吉米粥 ，Hello 阿华。Hello 凯凯，谢谢吉米粥的枫叶，谢谢吉米粥的枫叶，谢谢一生俊的 love， 谢谢吉米粥的油桐花。一来就听到起了，因为刚刚有人问我有没有四单的八卦，我跟他说四单的八卦有啊，就是收录曲是《奔跑吧企鹅》。我的缺口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所有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事你不做，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缺口。什么四单关我高空弹跳什么事情啊？为什么我要去高空弹跳？ Hello 贾鲁特，局主没上土都要负责。欸，对啊，图没有啊，不是你们要负责吗？你们如果我们没上，你们都要负责。粽子的八卦，为什么？粽子的八卦什么意思？粽子的八卦，粽子怎么了吗？粽子的八卦什么意思？粽子有什么八卦？你说我们昨天做粽子吗？哦，浪 life， 浪 life 怎么了？哦，公布了是不是？你们不要这样子，我很小心翼翼，你们要讲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要讲清楚一点，我这样会，我会不知道会不会爆雷，你们要讲清楚一点我才可以知道，你们要跟我说公布了我就知道可以聊这件事情，不然我就是要一直装傻，你知道吗？我现在来看一下，哦，仲夏夜之梦，对啊，会开放粉丝进场观看哦，赶快去抽一下。不是啊，我就现在很怕被套话，所以我现在都很小心翼翼，好不好？你们要讲就要讲完整一点 ，OK？ 跟你的颜色很像，阿华色。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我不会包啊。你们怎么觉得我会包的？我不是，当然不是，我忘记这个活动啊，是根本还没公布啊，不，我以为还没公布。对啊，大家详细活动办法，大家快来看我啊，看我主持，看我包粽。我哪只会吃？我跟你说，包粽子就跟折星星一样，你那样随便转一转就可以转进去了。我来帮大家宣传一下，6月12号礼拜五的8点。将抽选10位粉丝到现场，需要已经取得会员编号的官方会员才具有申请资格，请于下方指定问卷填写连接填写资料，
核对确认后就会进行随机抽选，申请时间只到6月7号的11点59分，所以到礼拜天而已哦。我们来看一下问卷要填什么。想着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大家赶快去填问卷，填了吗？你们填了吗 ？Hello， 问号。大家有没有填问？现在可以填问卷了。我的粽子是星星的形状吗？我也不知道哎，反正就转，你就照着那个方向转一转不就可以了吗？哎，你们知道北部粽跟南部粽的差别吗？是你们知道吗？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主持人也要包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们来了就知道啦，对不对？甜跟咸不是啊，不是，有一种是生米去蒸，有一种是熟饭去蒸吗？不是这样吗？我知道的是这样。知道中部粽，南部水煮。你要上班赚小费，好哟，他有个赚小费。我来看一下南部粽跟北部粽的差别，我们要增长一下知识，这样子作为一个主持人才会更有内容。虽然说南部粽、北部粽，感觉作为主持人就要知道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到底南部粽跟北部粽有什么差别呢？简单来说，北部粽会将半熟的米包着猪肉、卤蛋、虾米等配料下去蒸熟，味道比较浓郁，粒粒分明。南部粽呢，是将生的糯米包裹瘦肉、蛋黄、红葱头等配料，用水煮熟，口味清淡且米较软烂。那你们知道我比较喜欢北部粽还是南部粽吗？你们知道吗？没包土豆吗？应该是要看个人吧。谢谢益生菌的再见赛哟，谢谢益生菌的再见赛哟。我个人呢，哇，这谁的特效这么酷？休息中，休息中 ，Hello 柳晨。我个人呢，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喜欢吃北部粽，因为我是北部人啊，然后我比较喜欢油饭的那一种，就是我不太喜欢太软的饭，然后我觉得粒粒分明那种油饭，比较油饭的感觉我比较喜欢。其实北部粽就很像油饭吧，就吃起来就是油饭的感觉啊。对啊，就是立体油饭。对，盛文没错，就是那样子。所以我其实比较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吃油饭，所以我应该是比较喜欢北部粽。但我觉得粽子最重要的灵魂呢，还是甜辣酱。对，不是好不好？我的年纪还没，我还咬得动。谢谢杨公公的油桐花，谢谢杨公公的油桐花。哎，等我一下。为什么 ？OK， 好。减重，减重是那个沾果糖的是吗？丰年果糖。Hello， 季风亮，谢谢杨公公的油桐花。你住过南部，已经喜欢南部粽，真假？可是我其实，怎么讲？因为我们家应该都一直都吃北部粽，我们家没有在吃南部粽。我妈应该都是买北部粽，对。有中部粽吗？没有中部粽吧？还有客家粽、简粽、客家粽。但是，减重我觉得我小时候蛮喜欢吃的，因为就是甜甜的嘛。可是长大之后我就觉得不好吃。对，妈妈会包粽子吗？妈妈好像有自己包过吧，可是后来就不太会自己包，
准。而且呢，家里不是每次都会剩超多粽子吗？然后就会吃不完。然后端午节那一阵子，大家每个人的便当都是粽子。有 TV 成员会包粽子吗？学一下就会啦，有什么很多事情学就会了，不需要担心，只要学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看下客家粽有什么差别。客家粽是这个字怎么念啊？果粽，果粽，外观是看不到米粒的颗粒样貌，是使用糯米粉加水揉成米团所制作。会加入虾米、萝卜干、香菇跟肉，还会加入酱油、胡椒。这个我没有吃过哎，但说实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喜欢这种，我就不喜欢太软的。我是比较喜欢那个粒粒分明，然后饭比较硬的那，也不可以太硬，就是要适中。对，碱粽是又称甜粽，是在糯米中加入碱水或碱粉后制成的无馅料粽子。常见的方法是淋上蜂蜜或是沾砂糖来吃。嘴很刁，没有很刁，就是习惯这样子啊。南部这种口味比较清淡，可是不是人家不是都说南部人吃比较甜吗？或是什么的？怎么会南部的比较清淡？然后他说热量比北部重低耶。吃法是淋上酱油，并撒上花生粉食用。真的假的？你们会撒上花生粉吗？我从来没有这样吃过哎。你们会撒花生粉？会吗？南部人有南部人吗 ？Hello， 西西，你们会撒花生粉哟？我觉得很神奇耶。那是挂包，对啊，简中会包什么东西？不会，小白也是南部人哦。台南人才自强，开始占地区了，不喜欢花生粉，应该不会吧？是报纸，报道乱写。不过一般店家会问要不要加哦，所以还是有人会吃加花生粉的，是猪血糕。他说北部粽，香气比较浓，热量比较高。常见吃法是不沾酱或是搭配甜辣酱。我果然是北部粽，我确定我是北部粽。对，外硬内软，没有没有啊，他没有介绍中部粽啊。谢谢阿基亚的油桐花 ，Hello 加速。这个报道没有介绍那个中部粽，你们乱讲，根本没有中部粽吧？怎么办？这些歌我都不太会。中部粽是隐藏版。Hello， 古早古早味。什么？你们不能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不是中部人不知道哦，对，我不是中部人，对。就沉醉了时间，没有酒，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香港的跟北部差不多哦，所以香港也是吃比较硬一点的口感。Hello， 春春。那香港会吃碱粽吗？到高中才知道有中部粽。中部粽是不是不是粽子？我觉得中部粽不是粽子。依照我刚刚在看你们的留言，中部粽应该不是粽子。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话。是萧伯快，萧伯快，萧伯快很可爱哎、欸。
前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就是消波块的吊饰吗？我觉得消波块很可爱，这样。在草班里变消波块。在草班里变消波块。谢谢 Poco 在草班里变消波块。谢谢 Poco 的心之怪，谢谢 Poco 的心之怪。不要破梗，哎，圣文人那么好，你们这样子。对，我吃面是吃软，吃饭是吃硬，我就是个很怪的人，一下就是喜欢软一点的口感，一下喜欢硬一点的口感，就是要看东西啊。我觉得很硬的面感觉就像是没有煮熟，但是我也不是喜欢吃很硬的饭。你们知道有一那个炖饭啊，就是真正很道地的炖饭，它是饭很硬的，就是那种感觉饭心都还没有软掉的那种，那个我也不行，就是感觉就很像没有熟，我也不喜欢，所以我喜欢硬一点啊、我就其实应该不是我喜欢饭硬一点，我应该是喜欢饭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中间的程度，对。所以其实我去外面不会点炖饭来吃，因为我觉得炖饭不好吃，对。西雅去日本不好吃，对。西雅去日本点拉面，面条是点哪种硬度？可能我会点软一点，因为拉面好像会偏硬一点吧，有一些。因为日本拉面好像是偏硬的，所以我会点软一点。对，米不同是吗？是因为米不同吗？喜欢 QQ 的饭，对，我喜欢 QQ 的饭。谁能再把自己点亮？你的酒馆被我打了烊，子弹在我心头响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是不是又卡住了？对啊，是不是卡住了？爱了小萌啊，生炒辣味糯米饭听起来感觉不是我喜欢的东西。Hello CJ103， 午安，有点卡吧，是吧？无关痛痒。哈喽，预告到七月是吗？我不知道哎、欸，什么意思？预告到七月？哦，你说那个节目，哦，那个节目，对，那昨天的节目，等一下，哈喽。要试过才知道喜不喜欢吧，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挑的，就是我你就是啊，这怎么讲？谢谢 Poco 的玫瑰，谢谢杨公公乐福。大家不是很多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先入为主观念嘛？譬如说今天吃一个特殊的异国料理，然后那个人没有先跟你说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直接叫你吃，然后你吃你就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结果吃了才发现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虫或是怎样子，然后就发现我刚刚吃了虫。那如果那个人一开始跟你说那个是一个虫哦，你就不会敢吃，就是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什么生命力，你们不要再聊中部众了，我无法加入你们中部众的话题。Hello， 老灰狼。这里，只想找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就跟田鸡一样，没错。听说田鸡吃起来很像鸡肉，我不知道，我没有吃过，我自己没有吃过。Hello， 阿信，这是件坏皇后的衣服，没错，这是今天生日的某某。李梦纯今天生日的某某，李梦纯送我的生日礼物，今天为了庆祝他生日，我特别穿了他送我的礼物。
Hello， 阿信，是不是又卡住了？是，是卡住了。Hello， 维红，是卡住了。是送他一件一模一样，没有啊。这件衣服是啊，又卡住了，气死了！这件衣服是他送给我，然后他自己也买了一件，所以这是我们的情侣啊，不是情侣衣，母女衣，这是我们的母女衣，母女衣，没错没错，母女装，这是我们的母女装，没错，是的。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对，母女一。昨天太晚才知道你去珊珊那里。哎，阿信这样讲好像跟珊珊很熟，你跟珊珊很熟吗？这样讲好像认识珊珊的感觉，珊的感觉。这整件长怎样？他也有给李宁一件吗？没有，他没有给李宁一件，这是我们的，还没有横跨到下一代。对，整件长怎样？整件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样。他喜欢穿，他穿，他买，他喜欢穿黑色的，应该是因为他要显瘦，自己说他要显瘦。哦，他是你朋友的妈吉哦，那你帮我谢谢他的照顾，好不好？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心里呀，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我看到一个歌单写说咖啡厅慢歌系列，我们来听一下咖啡厅慢歌系列都听什么歌，好像都是我没听过的歌啊，不行耶，都是我没听过的歌，我果然不是会去咖啡厅的人。还没横跨到起来，对，还没横跨，不行耶，我没有咖啡厅的歌，我都没听过耶，怎么办？这没有一首我有听过耶，怎么办？这对，因为我不常去咖啡厅，而且他上面还刮胡说，他这个还刮胡说读书专用，果然，因为我不太常读书，一个开开的，就是他就关不起来而已嘛，你们不要那么在乎后面好不好？看前面，眼睛看前面好不好？不是啊，有在经营咖啡厅，但是没有在咖啡厅读书，对，好。那我换个别的系列，热血青春慢歌可以了吧？这个我可以了吧？我够热血青春吧？看一下，绽放年轻光彩，我这样很美，资生堂红眼睛活路。哎呦，那么多广告啊！新升级更浓醇，学霸是不用在咖啡厅。我真的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这样。我跟你们讲，就是。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会说他一定要去图书馆才会念书，但我觉得你如果够专心，你在哪都可以念书啊。不过我觉得还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啦，我就不勉强，就是你想去咖啡厅念书也是可以啦。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只要你要够专心，你在哪都可以念。你在咖啡厅才念下去，那只是就是逼自己专心。对对对。我看一下这个，这是什么风筝？哎，我听过啊，风筝，热血青春果然我都听过，热血青春我都听过，风筝我听过。我会跌跌撞撞，因为在温柔手中，我已学会翱翔。就是要逼自己专心，对。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习惯的不同，所以我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习惯。
就 OK。 我觉得你如果在咖，就是要找到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对，找到自己的适合的方法，就像练习也是要找到自己适合的练习方法一样。你去图书馆都是去看妹的，所以你不适合去图书馆啊！你给我待在家里念书。欸，我之前看一个节目啊，他说他说有一个研究指出，等一下，我好想认真讲，又好想唱。我飞得理直气壮，我唱得比谁都爽，征服逆风的阻挡，用我青春的翅膀。我飞得理直气壮，我比谁都要倔强，颠覆世界眼光，义无反顾的闯，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好，我可以讲了，就是Hello 龙哥， Hello 龙哥，就是我之前看一个节目，他说根据实验研究，就是他说你可能比起你一直专注在看一本书，跟你看一下停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你反而是看一下停一下会记得更清楚。就是怎么讲，他说你这样，我不知道这个研究到底是从何而来，但是他说这样子反而最后会记得比就是从一直看还清楚。对，不行，我受不了，我要去找那个理论，研究理论。对啊，先唱一下副歌。我飞得理直气壮，我唱得比谁都爽，征服逆风的阻挡，用我青春的翅膀。我飞得理直气壮，我比谁都要倔强。等一下，这个要怎么打？对，透露讲就是透露讲的那个意思，就是透露讲的意思。每天读5个30分钟，比直接读3个小时有用，就是那个意思。你讲的太对，可是我要怎么打？我要怎么搜寻啊？我想一下，我要怎么搜寻？这个要怎么搜寻？间歇，刚刚有一个专业名词是什么？间歇性阅读是不是？我看一下，打间歇性阅读。所以这样间歇性阅读，对，不是，出来的都是间歇性断食，全部人都在讲间歇性断食，搞什么东西啊？间歇性阅读啦，谁要断食啊？搜不到啊。我飞得理直气壮，我比谁都要倔强，世界眼光义无反顾的闯，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间歇性怎么打呢？我想一下，间歇性读书，看一下。我不需要断食。为什么都要断食啊？我觉得我不能打间歇性三个字，就会出现断食，我应该要打，什么？不能间歇性三个字，它后面就是会接断食。我想一下，唉，怎么补充一个知识也这么难？番茄钟学习。间歇性学习，等一下，我好像看到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哦。等一下，我阅读一下。
什么遗忘曲线？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我们没有这个，不是这个。逐渐加学习可能吗？继续下一个梦。不是他讲的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那个。他说的是，他研究说没有复习的话，学习一个钟头之后，学会的内容就有56%会记不起来，一天之后是66%记不起来，一个月之后80%不见，这个叫遗忘曲线。对，这不是我要讲的事，我要讲的事是。太难了，为什么？哎，刚刚有一个人有番茄钟，是不是？番茄钟是不是？我看一下。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番茄钟学习法，我看一下。哎，你们真的很专业，你们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你们的知识量比我多好多，我惭愧。番茄钟工作法什么意思？看一下，番茄钟，哇！你看，我们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知识，是不是？看我的直播台，果然可以学到东西啊！他说，番茄工作法，啊？等一下，谢谢西西的油桐花。啊，怎么那么多字？哈，不是太多字了。等一下，有没有简单的资料？哦，他说25分钟内专注在目前进行的事情，用5分钟的时间休息，再以25分钟为单位专注于一件事情。谢谢 Poco 的玫瑰。哎，我跟你说，我觉得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类似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小，你知道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大家都还不懂嘛，就是大家不懂休息的重要性，就是老师就会叫你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可是呢，我就会想要读一读，就想要去上个厕所，就是你要换个心情，就是要出去休息一下，然后你就会，当你去换个心情回来之后，你就会更有力量去继续读下去。可是如果你从你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读下去，你读到后面，你根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了。所以我真的是，我不得不佩服自己，小时候就已经领悟了番茄钟理论了。原来我走在时代这么前端，小时候我就已经懂得番茄钟学习法是什么东西了。但是我没有那么精准了，我没有25分钟去一次厕所。但是我是觉得。休息是很重要的，对，会被骂，真的被骂，真的是老师就会，老师爸妈就会叫你读书，就你赶快去读啊，你不要停下来什么。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只能去上厕所，我觉得其实你换个心情，就是滑个手机滑一下，然后你转换一下，你让你大脑休息一下，你接下你再回来的时候，你会。更有，你会读得更好，我觉得，对对对对对，一般还是不能不休息。对啊，我就是刚刚那个谁讲的，透露讲的，就是如果你读5个30分钟，5个30分钟是几小时啊？5个30分钟，哎，不对，6个30分钟就是3个小时，你读6个30分钟，跟你一次读3个小时。的效果其实是你读6个30分钟比较好，对，这叫做番茄钟学习法。你们知道为什么会番茄钟吗？好像是因为理论的发明者他之前一开始是用番茄来干嘛干嘛干嘛的，对，对对的，就像现在就是那个啊，上班也是啊，就是。老板不可能不准员工休息，但是殊不知，如果你让员工有喘息的时间，员工做事效率可能会更快。对，
最后还是聪明人才好用，是吗？我等等也要来说服老板，对嘛？你们赶快去说服一下老板，对，不是，也不是说说服老板，是跟老板说适当的休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我看一下为什么会，我来认真看一下为什么他会是番茄钟，你看。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爱上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怎么找不到？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算了，不重要。最开始是用番茄造型的计时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从一些想象不到的时候开始。直播中间要休息五分钟吗？直播不用休息吧，因为直播毕竟是比较轻松的事情，对，比较没有在耗脑。对，所以直播还好。对，还是你们觉得看我的直播很耗脑，是不是？看我直播很耗你们脑袋。对啊，直播其实不算，因为直播其实不太算要一直用到脑，但的确还是要用到脑。那你不用到脑，你讲出来的话不能听啊。对，所以还是要用一下脑。对 ，Hello 切尔东。练舞25分钟休息一下，我觉得不用欸，但是我觉得需要休息。就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譬如说我第一天学新的舞，然后我第一天就是我第一天可能跳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还是会很容易忘记或什么。可是我休息一下之后，我第二天去跳，我就会变好很多，就是记忆力的。自动增强吧，我也不知道。下次不用脑直播不行啊！我跟你说，人活着每分每秒都要用脑，真的。唯一不用用脑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其他时候呢还是要用脑袋，不然你就是会变成一个笨蛋。对，唯一不用用脑就是上厕所跟睡觉，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下脑。对，创一个理论，每50分钟。的书要看20分钟啊，50分钟，对，20分钟好像有点比例太多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应该每50分钟看10分钟就可以了。对，看10分钟。对，睡觉的时候也不用脑，睡觉的时候如果用脑会睡不着。同意。这什么歌呀？哦，不太会唱。对，所以你下次你要去上厕所，你就可以跟别人说我要去当笨蛋。等一下，哎呀，后面的歌都没听过耶，怎么办？后面的歌我都没听过，我要换一个歌单。哎，我真的太跟不上。哎，有一个热血青春快歌，营队很热门的歌，我们来播一下这个。营队热门歌，我们看一下。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去营队的。好、哦，我只有听过后面三首歌。偶像是不用大便，偶像不是不用大便，偶像大便是香的。Larry 20岁第一天 ，Larry 也今天生日，太多人今天生日了吧？生日快乐！Hello， 雅美，谢谢玫瑰。嗯，这个果然蛮营队的。嗯。雅美，谢谢瑞带我去流浪，谢谢瑞带我去流浪。
不行，我不会唱这首歌，虽然感觉是个蛮好听的歌。我们直接跳到我会唱的歌。谢谢 Red Kiss 啾啾，谢谢船长的油桐花，谢谢船长的油桐花。哦，你去医学营的营哥，那应该对你来说有很多活力。这个好像在看那个，这个有一阵子不是那个，军人主题的戏的主题曲吗 ？Poco Bye Bye， 一听这个就有那种 feel， 好像在看那个阿兵哥的戏。谢谢 Poco 的再见沙油，对，新兵日记，突然有那个画面了。有那个当兵画面，这就是成功的主题曲，成功的主题曲。这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我心中准备了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宇轩，宇轩，宇轩当兵有听过这首歌吗？真的假的？军营里面也有在放这首歌。谢谢阿 Kira 的蓝色应援棒。果然，对，果然这营队都在用，这是营队热门歌。一零十，那一零十也是成功的，成功的一首歌。我营区没听过这首哦，那你就不会有听这首歌就不会有不好的回忆了。大家都不想回忆当兵，可是男生不是蛮爱聊当兵的事情吗？不是男生就是碰到一起就是会聊当兵的事情吗 ？Hello 猪猪 ，Hello 被施压的博翰，舞台中间。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你当兵是听费玉清，可能是你当兵的年代比较前面一点，所以听费玉清。谢谢被加的博翰的 love， 晚安曲，晚安。你比较喜欢一零十，一零十。Hello， 豆粒王，豆粒王午安，晚安曲现在还是有。聊女生没兴趣的话题何必呢？直接封印。勇哥拜拜，不是啊，你们可以全部都男生的时候才可以才聊那件事情啊。对啊，你要当军中情人，我觉得我应该没办法当军中情人呢、欸。我觉得军中情人感觉还是要可能腿长一点，然后。就是再高一点，可能身材好一点吧。我太矮了。对。心中最美的乐园。不是啊，没有要开车，我只是说军中情人的条件，感觉是要腿长一点，身材好一点。对。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哦，精彩万分。你清纯可爱，军中情人是要清纯可爱的类型吗？我没有清纯可爱，普通。你很适合迷彩，那我不是军中情人啊，我是很适合当你们的军中伙伴，好不好？不是军中情人，是军中伙伴。哎，怎么没把按到？时间真的能倒退？突然很谦虚，我本来就是很谦虚，好不好？我骄傲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对，是兄弟，我是你们兄弟，不是你们的情人，适合当你们伙伴，因为很适合一起去那个叫什么野战，就是那个就是爬那个叫什么？那个啊。你们不是都会这样吗？就是这个
趴在地上那种哦，匍匐前进，是不是匍匐前进？是叫匍匐前进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趴着，然后这样往前走，是不是叫匍匐前进？一日女兵，其实我还蛮想试试看一日女兵的，我觉得我想要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你们里面是真的会有，还是就是拍出来的影片，就是有那种很像闯关的那种嘛，就是你要先，比如说你要先匍匐前进，然后你再爬上去一个地方，然后再那个绳索再这样子溜下来，然后再跑跑跑跑跑，然后再干嘛干嘛，然后再拿枪，然后再射击什么什么的，就是真的有这个吗？还是只是电视演？我不知道，但我还蛮想考验一下这个。我唯一不想就是好像有一个是什么走那个很痛的像健康步道的东西，那个我不想试。最后拿起割草机，最后要拿起割草机，真的假的？Hello， 甜甜甜，我没有在跟制作人对话，我只是说我觉得不错、欸，我没有真的要去，那个太难拍了，那个太难拍了，我们还是不要做这个企划，就是有点太难拍了，对。不然你看那个我拍那个摄影师也要跟着我一起跑，太辛苦了。摄影师这样太辛苦了，不好不好不好。我们还是做一些少女的单元就可以了。对，开军卡我不会开，除草跟挖水沟，真假的？除草跟挖水沟，哦，是天堂路。天堂路是很像健康步道吗？就是那个下面很多凸起来很多的。Hello 蛤蟆 ，Hello 小风仔 ，Hello 果树 ，Hello 柠檬。我就很想去攀岩，你知道吗？我是想看我可以攀到哪里去。我是想要攀岩。Hello 思明。喝你才干一杯。谢谢浪客的 love。礁石，真假？那应该痛到爆！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所有当兵的大家，你们辛苦了。其实只是想要攀岩，所以我们去体验攀岩就好，我们不用特意跑到那边军营去体验，我们就体验攀岩就可以了。哪有？我很灵活，你不要越小只越灵活好不好？是灵，我很灵活。Hello， 浩毅。我很灵活的，举起火亮的钱，和你喝咖啡。伞兵吗？先不要，伞兵有点太可怕，先不要。有一天，终于离别。Hello， 松松，高空弹跳，先不要，先不要。阿基拉去工作了，阿基拉，拜拜，工作加油，谢谢阿基拉的再见三友，可以演示一下灵活吗？你们要这个屏现在怎么演示我的灵活？这个现在怎么展示？我现在怎么展示的出来啊？反正我就是很灵活啦，对。Baby Shark， 请大家想看我的 Baby Shark， 就请去看哥哥那一集跟 Persix 的那一集，大家去看重播好吗？从那个点阅率会比较高，大家可以多看重播。如果大家想看我灵活的那一面，就去看那一集，就会发现灵活的我。那大家想看我的运动能力的话，就可以看异想天开的那一集，就会感受到我的运动能力。那大家如果想看我成熟气质的一面呢，可以去看逛街那一集，你就可以看到我成熟气质的一面。大家如果想看我贤惠的一面，可以去看做蛋糕的那一集。
对，大家如果想看我，想听我唱歌，可以去看最近的主曲。对，斜阳，亲爱的，在远方，这城市。想看我妹妹，想看我妹妹，可以去看伦敦奶奶的那一集，可以看到我妹。对，谢谢开心的心之冠，谢谢开心的心之冠。是否无恙 ？Hello， 樱桃猫，谢谢猪猪的心心相印，谢谢猪猪的心心相印。希望。Hello， 樱桃猫，你确定没说谎星星吗？我没有啊，我没有啊。大家欢迎大家去看我妹的那一集。谢谢杨公公的 love， 想看搞笑的哥哥呢？每一集差不多啊，对，每一集差不多。我哪有不帮他宣传？我也有帮他宣传啊。大家想看好吃的食物，可以去看伦敦奶奶那一集，还可以顺便看到我妹，这样 OK 吗？这个宣传 OK 吗？这宣传过关吗？大家，烧厨房看第一集啊，对，目前烧厨房可以看第一集，对。这城市，谢谢杨公公的聚光灯下打 call。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谢谢自伟哥的心之怪，谢谢瑞的看好你哦，谢谢瑞的掌声鼓励，谢谢瑞的掌声鼓励，大家赶快去看我的主曲影片，然后赶快申请一下《让梦成真》的现场观看抽选。对，我站在天堂中，仍闭上眼。姐妹斗嘴最大的诚意就是顺便，当然我能讲到她已经很不错，有提到已经算很有诚意了。每天看很多次，真假？谢谢开心，开心有留言吗？快点，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赶快按赞、订阅、分享。你最喜欢满意哪首？你自己有最满意哪首歌吗？其实都不错，可是我觉得他把绿草地改的还蛮特别的，就是不是一般的绿草地的唱法，我觉得蛮别有一番风味的。但我觉得每一首都很不错啊，我觉得他就是每一首都很不错。哪一首歌唱的最好？真的很难讲哎，我觉得都可以再更好。对，都可以再更好。对，是元代西亚主席室，不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我要捍卫自己的主持棒。妹妹充电头找回来了吗？还给她了吧，我已经还给她了吧。应该还给她了。不会唱，这首歌怎么唱啊？好像会，又好像不会。玛丽亚妹直播吗？什么意思？是玛丽亚妹？玛丽亚妹是谁？阿布。我们飞太远。这怎么唱？好像会唱，好像不会唱。我们飞太远，冲上云端，天空没有极限。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已经铁了心不掉头回去。黄金姐的 Sky 听。哦，我是阿布赏的妹妹，我不是阿布赏的妹妹，我是阿布赏的姐姐。对，我是阿贝赏的姐姐。Yes。我是他姐姐，没有啦，我比他，我跟他同年月份，比他大一点，所以我是他姐姐。不行，我不会唱 rap。
什么阿布的阿姨，好好说话，塔瓦哥。等一下，谢谢开心带我去流浪，谢谢开心带我去流浪。可是你看起来比阿布幼稚，但我这个人不说谎的啊，我实际年龄比他大，我就是实际年龄比他大，没错，我这个人诚实，即便我讲得很童颜，我也不会骗人家，对。没有明天，爱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若是意外，命运解药我们未能终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我能疯狂到山盟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Hello， 小明，思雨的妹妹，没错，我是思雨的妹妹。大家好，我是思雨的妹妹。不重要。Hello， 代代。Hello， 神秘。我胸口的臂弯足够抵挡天旋地转。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注意点燃。谢谢开心的童话饼，还有童话蜜，谢谢开心。颠簸，谢谢童话蜜。缘分让我们相遇，若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终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修泽，这是修泽的小账吗？修泽，你我没想到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谢谢 Ray 的 Love。 Hello 易凯，修泽小账，船长要处理公司的事情。 OK， 船长要做大事了，快去吧船长。二十一外，二十一外，二十存在，是存在的相拥。我没想到你我能疯狂的，谢谢樱桃猫的掌声鼓励。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谢谢 Ray 的掌声鼓励。Hello， 杨雄。未能重来，若是意外，难处相爱。哼，哎，这是新版的逆光。好像不太会唱，没有听过。好的，今天整天耍废吗？没有，我等一下要马上，我今天不能延迟下播，我等一下有工作，对。所以大家今天不能再拖住我了，你们不要再拖延我了，我今天要速度很快。对，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
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字眼，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逆着光，感觉爱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旁。我以为我能后退，反复证明这份爱有多不对，背对着你如此漆黑，忍住疲惫，睁开眼打开窗，才发现你就是光芒。谢谢瑞的蓝色音乐棒。哎，没有，我要工作，今天有工作，不是今天不工作，今天有工作。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逆着光，感觉爱存在的地方一直住在我身旁。这个是谁翻唱的？这个应该是创造，哎，是创造101的吧？对，谢谢开心的掌声鼓励，谢谢小明的蓝色音乐棒，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Hello， 小姨，又是三点到，没错，你猜对了，就是三点到。想要穿上衣服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个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阿信不要这么敏感好不好，阿信对零一很敏感。谢谢阿凯的蓝色音乐棒，你处理完马上回来，你处理好快哦，船长效率惊人。谢谢瑞瑞的戳戳你，什么瑞瑞，谢谢瑞的戳戳你，什么瑞瑞，为什么我刚刚会说瑞瑞。拜拜博汉，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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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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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隔离隔离好想你。Hello， 小易，好想你，好想你。你要改成瑞瑞也是不用啊，也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是叫瑞好了，瑞瑞，瑞瑞比较像，瑞瑞有点像女生。Hello， Mutersers。我每次还是不会念，哎，瑞瑞瑞来了。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被哥哥赐名好想你，没有，我是口误，不是赐名的，赐名的话应该是一个 man 一点的名字，小小瑞子，小瑞子。你前女友真的这样讲什么，我让你想起了不好的回忆吗？瑞瑞
让你让这样会想起不好回忆，那不行那不行，那你还是叫小瑞子好了。Hello， 端午节，端午节，你圣诞节的时候是不是改名圣诞节？情人节的时候会不会改名情人节 ？man 一点的名字，不是啊，我刚刚只是想到我格格嘛，所以要就是古代一点啊，所以小瑞子，午安，是不是端午节？多了解你端午节。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Hello， 圈平。你早上有看我影片？你看了我什么影片了？端午节翻唱吗？啊，你有没有追踪我？你有没有订阅 ？Hello， 我是哥哥。你有没有追踪 ？Hello， 我是哥哥的 Facebook。是不是太逼你了？端午节，反正你要慢慢的补起来。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要握多握她的手，握我们的手的时候也要握他们的手，对。别让她受伤，想快。我看哥哥花制作人的钱，好看吗那一集？哎，那你也看一下那个嘛。我的翻唱嘛，你那你全部要从头看一下嘛，你从你挑几集来看嘛，端午节你宣传一下嘛，你跟你朋友介绍一下嘛，你追踪一下嘛，追踪一下我，温暖，你快帮我分享出去端午节。那集点阅很高，对啊，那集点阅很高，哎，果然大家就是想看我去做一些比较享受的事情。喂，端午节，你这样不对哦，端午节要看我，也要看一下我好不好 ？Hello 玉，谢谢汉的菊蕊花，谢谢汉的童话饼，还有童话嗓音。你妈妈的话，大家是不是想看我穿那个时装？是不是？大家还是喜欢，大家还是喜欢时装的样子，是吗 ？Hello， 伟鸿，没有，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太常穿古装了，你们就会想看我穿时装。等到我一直穿时装的时候，你们就越想看我穿古装。你们就是这么难掌握的一群人，对。掌握的一群人，对，你们就是这么难。是的，哎呦，谢谢圈品，谢谢圈品，那套衣服好看。是的，谢谢端午节，衣服好看，不是我好看。是的，谢谢端午节，端午节快追踪我。让他受伤，想快快长。才能保护他。时装配双髻头超级怪，你知道吗？那真的怪爆了，完全不行哦。妈妈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大胃王也不错看，大胃王是哪一集？啊，就是吵架的那一集嘛，伦敦奶奶那一集嘛，是呗，是吧？端午节快点分享出去，端午节，相信你人脉很广，你都是端午节了，你人脉应该很广。前世的魔法，谢谢开心的黄蕊花，谢谢开心的黄蕊花，
是，谢谢端午节。我用四 G 啊，我是用四 G。对，曹家天，哎，我现在播的歌单是那个八年级生60首经典流行歌曲。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果然好像都听过。我果然是，哎，我果然是八年级生，没错。Hello Jimmy，Hello Ben。漂泊在这茫茫人海，谢谢樱桃妈的 love， 谢谢呆呆的心之冠。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午休结束，要上班了吗 ，Ben？难道想穿侠客风吗？其实我也是可以挑战一些比较帅气一点的古装，其实都可以啊。我相信无论是什么服装，我都可以驾驭得住。端午节你老了，我也老了，没关系。端午节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海里，我不要变得特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性感风哦，性感风可能要再等个一年。对，随便讲，可能再等个一年。一年后看有没有机会。对，水浊风，刚好看到你真是有缘。对呀、啊，我们是不是很有缘？端午节还不赶快追踪我？一直卡，对不起大家。必然存在，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泪崩中，为什么？为什么泪崩中，船长？几时要去球场？泪崩中，为什么？为什么泪崩中，船长？几时要去球场？泪崩中，为什么？为什么泪崩中，船长？几时要去球场？等到疫情趋缓之后，有机会就可以去球场啦。什么？为什么网络不稳？什么？为什么要泪崩？你说年纪是不是？哎呀，不用泪崩，我都看开了。卡住了。你按耳机还很诚实的唤你，
六月十四，对啊，现在好像都可以去看球。现在球场好像已经开，蛮开放的。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苦苦追寻冰天雪地，一寸光阴一寸心。谢谢瑞德蓝色英雄棒，要看我烤肉，好，我去烤肉，我去吃火锅，对，我去吃火锅。一颗流星，一个你，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这个是南湖吗？对，是南二湖。烤肉去台南，火锅去桃园，那我要去桃园。我要吃火锅，我比较喜欢吃火锅。哎，不要跳舞，我要吃火锅。端午节，我要吃火锅，比较想去吃火锅。Hello， 风，卡子。情是夫妻，只是神话的魔镜。七夕正在等诗雅的火锅排名是，那你要，我要看你是小火锅还是麻辣火锅，这两个有差别，对，要看你们要比哪一个，对。一寸光阴一寸心，谢谢西西的蓝色星之诞生，谢谢蓝色星之诞生。麻辣哦，很难呢。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说，如果我今天突然要带朋友去吃麻辣火锅，我应该还是会带他去吃问鼎。对，我应该会带他去吃问鼎。我觉得问鼎的综合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高的。虽然现在好像最近好像涨价了，对，但是。综合起来，我还是觉得它算不错。其实海底捞也蛮好吃的，可是我觉得海底捞有一点，就是比较没有，因为它毕竟它跟台湾的台式的麻辣火锅还是比较不一样。对，这个没有业配，好不好？真心推荐，可以当你朋友吗？可以啊，你可以当我朋友啊，你也可以当，你可以当我粉丝，也可以当我朋友。发票寄过去了，麻烦帮我寄发票过去，谢谢。没有，我有吃过问鼎啊，我有介绍过问鼎，你们忘记了？我那个节目上有介绍过问鼎，对，我的售后服务优良。问鼎的公司有看到吗？售后服务优良，有没有？过了一年了吧，还有售后服务，太赞了。没有，真心推荐啊，真心推荐，我是真心的，好不好？怎么又是这首歌？又要听妈妈的话？好，我已经很听妈妈的话了，换下一首歌。喜欢吃巴菲吗？喜欢啊，巴菲这么开心。我今天有唱过自己的主曲吗？有，我刚刚有播过了。但我等一下还可以再播一次，对。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有没有诗雅的话？还没有哎、欸，听诗雅的话，本来就要听我的话。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你总说时间还很多，你可以等我。问你可以等我，
问鼎不是小鼎，不是啦，我不是在说那个，我是在说我之前有上过一个节目，跟阿贝桑一起上一个节目，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吃的餐厅就是问鼎，对，我说的是那个，那对，但是其实我本来就会去吃问鼎，我本来就是问鼎的顾客，所以对，我其实本身就蛮常吃问鼎。遗憾是会呼吸，大家是不是都忘记有那个节目了？大家不可以忘记我们上过哪些节目，大家要铭记在心。很久以前，是蛮久以前的，一两年前吧，两年前。对，安赞追踪分享，谢谢塔瓦哥。Hello， 艾斯，我的错，阿信，那你要重新复习那一集，去找一下，不知道现在还没，应该有吧，现在应该都有吧。Hello， 艾斯，怎么还没发红包？因为还没有两点。哎，对啊，我怎么第一名？哇，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我怎么第一名？谢谢大家，真大家好棒！谢谢艾斯的童话饼，谢谢艾斯的童话饼，大家真的很厉害哦。豆力王，对啊，很难准时关，有红包，那我可以先去就是准备我出门的东西，然后就这样开着让他红包这样出门的东西，然后就这样开着让他红包这样然后我人包这样然后我人已经不在，我先去准备我的包包这样。谢谢玉安，先去准备我的包包这样。谢谢玉安，先去准备我的包包这样。谢谢玉安的童花饼，谢谢玉安的童。上所有角落，和你爱的歌回荡，跟你的爱的歌回荡，跟你的爱的歌回荡，跟你的心回荡。变成落叶中遗憾。谢谢爱子的心之冠，谢谢爱子的心之冠，谢谢爱子的心之冠。滚动，后悔不切实。都换了。已经换好啦，我就穿这样。已经换好啦，我就穿这样。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谢谢开心的童话蜜，谢谢开心的童话蜜。不让你等候，陪你做想做的，无论什么。我越来越像贝壳，把心被岸触碰。你回来，那就好了。等等是要练舞吧？你猜，嘻嘻，给你猜。Hello， 人好小朋友。Hello， 贾鲁特。我差点不告诉你正确答案，也没有不跟你说，不跟你们说，是秘密。哎，我要播那主曲才对。现在几分？52分。我先念个排名好了，跳舞喜欢度。喂，不要这样子嘛。我要先念个排名，等一下。好的，我要先念排名。看一眼就会察觉早满意，
第二十名是柠檬，十九名是邦维，十八名是 Poco， 十七名是吉米粥，十六名是超哥，十五名是益生菌，第十四名是傲奖，十三名是黑流星，第十二名是小白，第十一名是智慧哥，第十名是阿 Kia， 第九名是杨公公，第八名是今天生日的玉安，生日快乐，第七名是豆力王，第六名是阿米。第五名是小勋，第四名是开心，第三名是智，谢谢智。第二名是瑞，谢谢瑞。第一名就是西西，谢谢西西，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爱的你，仿佛过去。连默契也一如往昔，今天而已，只要有你，最后就让我将这愚蠢的爱意随着吸引统统沉入海底。 Hello Curtis， TT Pfazativeru， 掀起狂欢的漩涡，音乐都汹涌，我们声嘶力竭，不疯不休，随旋律摇摆放松，越跳越畅快时空，要汗水淋漓，每根发尾的石头该怎么寻找活着的线索，就这样让身体好好感受。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总是苦涩的快无能自已，从那一天起开始对你的 love 小心。带原星星病毒的你，把我变得不像自己，越拖越严重，全身烫到不行，仿佛快窒息，脑袋宕机，剩一片空白，无能为力，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告白还来得及，恋爱这里饼干代表幸运，运气概率简单也最复杂的谜题。嘿嘿嘿，嘿嘿嘿，彩虹会在暴风雨后绽放它的美丽，每一次的相遇都会有它存在意义，强烈的预感是我们最后一定可以在一起。你们知道这个主曲啊最难唱的地方是哪里吗？你们想知道吗？我觉得最难最难唱的地方。Hello 蝴蝶，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你们快点猜一下，猜一波，猜一波，伊丁池那边的确蛮低，伊丁池那边的确蛮低。伊丁池那边的确蛮低，但是我超级难抓。那个我那时候练超久，就是因为它完全跟原曲超级超级不一样，所以我就是抓蛮久才抓到那个节拍。但是我觉得所有里面最难的地方是这里，就是这个。这边就是你出发吧，我不顾一切。然后你不是往上吗？然后你又突然 I want you， 就是超级这个地方，我觉得我
就是我练习的时候，我常常会，我不顾一切那边，我常会唱的很，怎么讲，很叫什么，就是很硬，叫什么，就是很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很硬的那个意思，就是很凶的感觉。可是因为我习惯那样唱，就是我原曲也会唱的比较硬一点，但是这个没办法唱那么硬，是因为他出发吧，我不顾一切完之后就要接 I want you， 就是就突然要掉下来，然后要突然变很比较温柔，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转换还蛮难的。对，练了多久？其实也还好，也没有练很久，就是对，就是也没有办法说我到底练了多久，但是就是断断续续的练。对对对，反正我觉得这边超难唱，真的，因为除了我不顾一切要飙上去之外，你还要马上荡下来，我觉得是那个调控力还蛮难的。对对对，是的。Hello， 张大大。就像我现在还没开嗓，有点飙不上去，有点唱不上去。的泪眺望远方目，而且那边出发吧，我不顾一切，那肚子要很用力。等一下，我要准备一下。目光坚决，咬紧牙关不脱下，出发吧，我不顾一切留下，出发吧，我不顾一切留下，出发吧，我不顾一切。I want you。I need you， 就这种感觉。但我刚刚没有唱得很好，我觉得我嗓子还没有开，就是你们大概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你的有一个地方要超级用力之后，又突然间要放得很松，就蛮难的。对，好，我们再听，从头听一次。Hello， 小葵。Hello， 加蛋。就会察觉走慢，一不舍的泪，远方目光坚决，咬紧牙关不妥协，出发吧，我不顾一切。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你在我的脑海，每当又想起那旋律的前奏，无尽旋转在心中。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你会知道我爱你，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爱的你。仿佛过去连默契也一如往昔，今天而已，只要有你，最后就让我将这愚蠢，要有你，最后就让我将这愚蠢，让我将这愚蠢的爱意随着吸引统统沉入海底。哎，今天没有红包耶，是吗？好像没有红包。那我就听歌的声音，我们算是理解，不放不收。Hello， 宣传越放松，越跳越唱，快失控。要汗水淋漓，每根发尾都是哦，真的、哦，两分才会发，原来是这样，大家怎么这么专业？的线索就这样，让身体好好感受。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总是苦涩的，怪不能自已。从那一天起，开始对你的 love 小心。但愿星星病毒的你，把我变得不像自己，越拖越严重，全身烫到不行。
按副筷窒息，脑袋宕机，剩一片空白，无能为力，实在猜不透。谢谢西西帮我宣传难题。彩虹会在暴风雨后绽放它的魅力，每一次的相遇都会有它存在意义，强烈的预感。什么？全部发完会到20分？那有一点紧绷。每周二下午4点 ，Hello， 我是格格，我们 Hello， 我是格格，我们线上见。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我。那怎么办？那我放着，放这样子，然后我先走了。哎呀，好烦呀！眺望远方，目光坚决，不妥协，出发吧，我不顾一切。I need you, I love you。我发到。5分好了，2:05，好不好？我还没穿袜子，还是我先去穿袜子？怎么办？我还没做好我出门的准备。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我先去穿袜子，等我一下，我先拿袜子来穿。琵琶版，哎，毕竟琵琶跟这完全不一样啊，很难弹吧？谢谢雨轩的真情告白，谢谢雨轩的真情告白。我要带什么东西？带口红。带我的 AirPods。 啊！我的香水，你看我的壳很可爱吧？是一个行李箱，有没有？很可爱，真的，是不是很可爱？哎，没有脸，没有脸，有没有可爱？窒息，脑袋宕机，带我的充电线。你看，我会在我的豆腐头贴我的名条，我会在我的豆腐头贴我的名条，因为太多东西跟我妹一样，我们每次很常为了那个是谁的吵架，所以呢，从此之后我都会把我们有重复的东西贴上我的名条，这样我们就不会吵架。对，谢谢剑骨的枫叶。你看 ，Daisy， 哎，看得到吗 ？Daisy， 哎，看得到吗 ？Daisy 掉的是，很可爱。行动电源，哦，很可爱。行动电源，哦，可是行动电源有点没电。行动电源。周二下午4点 ，Hello， 我是格格，我们线上见。
什么松短裤？这是运动短裤呢。来补一下妆。有很多类，你是哪一类？蜜蜂，只要醒着就在赶工，我们称为。想要照镜子，这镜子是我自己贴贴纸上去的，对，其实没有出这个商品啦，是我贴贴纸上去的，对。咬着牙关不妥协，出发吧，我不顾一切，出发吧，我不顾一切。差不多了，我准备好可以出门了。那啊，涂一下防晒，不是新的香水，是旧的香水。我有一罐还没用完，我最近有买别的口味。你看，女生出门是要做很多准备的。等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柠檬拜拜，克里斯拜拜，拜拜雅雅，拜拜伟宏，拜拜 Jack， 拜拜 Ben， 拜拜 Jun， 西西拜拜 ，Eric 拜拜，苹果猫拜拜，爱心拜拜，杨公公拜拜，宇轩拜拜，小亮拜拜，古龙九号拜拜 ，YM 拜拜，西西拜拜，谢谢西西，樱桃猫拜拜，柠檬拜拜，一步拜拜，俊颖拜拜，伟宏拜拜。哦，好，等一下放。七七泡泡拜拜，志伟哥拜拜，桃花哥拜拜，星星拜拜。把我变得不像自己，小叶拜拜。瑞拜拜，杨公公，谢谢杨公的再见撒哟，阿信拜拜，小皮拜拜，智拜拜，马鲁拜拜，汉汉拜拜，拜拜，东尼 ，Hello 东尼，大家拜拜，拜拜，咕噜噜拜拜，谢谢 YM 的油桐花。好的，大家拜拜。土豆拜拜 ，Will 拜拜，谢谢智的真心告别，智拜拜，谢谢智的真心告别，谢谢谢谢伟宏的枫叶，下次见，拜拜，谢谢 Red 的真心告别，谢谢 Red 的真心告别，俊瑶拜拜，大家拜拜，谢谢西西的真情告别，谢谢西西的真情告别。船长拜拜，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拜拜。
大家拜拜，谢谢 Red 的再见刷油，谢谢星盈的星之冠，谢谢星盈的星之冠。OK， 拜拜，明天见，不是明天，后天见，不是后天，下礼拜见。谢谢 Ben 的 Kiss 啾啾，柠檬拜拜，阿星拜拜，下礼拜见 ，Ray 拜拜，再见，拜拜。